队长，我们如果放走了大佐要抓的人，哪还有什么后果呀？行动。嗯，这不安全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署长，署长，进来。说，我明天过来之后住哪儿好啊？你先住在办公室，等我找到地方之后你再搬过去。这多麻烦呀，我就不能住在你家吗？不行。我明白，家里是给小姐准备的，可就我看来，小姐和纳兰少爷的感情也很深，在他心里到底选择谁还不一定呢。我警告你，你以后不许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。喂，我是欧阳彻。辛苦大佐。什么？你的任务是执行，没有资格讨价还价。如果你想往上爬，最好乖乖的听话。可是辛苦大佐，这……看什么呢？好像有一团黑色的东西晃过去啊。是野猫吧？谁会大冷的天三更半夜在这跟你玩捉迷藏啊？不像是野猫啊。哎呀，赶紧走吧，到点交班了。哦，走走走。
都给我记着。这里除了董氏夫妇之外，园子里所有人一个不留。还笑得出来，熬得住啊，不错嘛。你也不错，你看你又能打又能医。哎呀，吴老少爷，你声音小一点，现在都已经半夜三更的了，要是让别人听到我们家小姐房间里有男人的声音，她是跳到什么河里都洗不清楚了。这怎么了？我声音很大吗？我可以负责呀，我娶了你家小姐，我就名正言顺地留在这儿了。小姐，你们两个都说到这种份上了。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上药了，忍着。我是说真的，我就是想。你小点声，小声一点。忍着。好了，碎片取出来了，药也喝了，你赶紧早点休息吧，睡我的床吧。哎，不不，我就睡这儿，这儿挺好的。那就这么着吧，早点睡，明天早上我送你去你朋友家。可是我不知道我朋友家怎么去。那没事啊，给个地址，我跟你一块去找呗。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家的地址。那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吧？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什么？你耍我呢？你的朋友你自己连名字都不知道？不是，琉璃子，你知道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周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所以很多爱国人士都有自己的代号。所以风也是你的行动代号？风是我的名字。那你到底姓什么吗？左边不出头，右边不出头，不是不出头就是不出头。
林峰。偌大的一个董家庄园，除了方一下落不明，其他人全死了。这该死的小日本！哎，你现在需要的是冷静。董叔已经不在了，方一也不在了，你想干嘛呀？冷静什么？还不够清楚吗？日本人按照青山的死亡密码抓住了董叔和方一，他们为了保护我们，他们牺牲了。他们在日本人手里受苦的时候，我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干什么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能干什么？冲到日本领事馆跟宫下圣果同归于尽吗？是，老大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去什么去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的任务是拿密码本，在任务没有完成之前，你包括你都没有资格去此。好了，谁啊？是我。多谢。小田秘书长，今天怎么有空来玩啊？怎么不欢迎我进去啊？欢迎。我可不是来玩的，我刚刚视察完百乐门为宴会做的准备工作，我看还有时间，所以特意来看你的。林姐花了好多心思布置呢，我们都好几天都没歇在忙呢。布置得很不错呀，金碧辉煌的。哎呀，果然衬得起琉璃宫这个好名字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个主意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我想啊，各领馆的官员们不都是西方人吗？咱们要是能给他们举办一个盛大的欧洲式宫廷化妆舞会，他们应该会很喜欢吧。嗯，这倒是一个好主意，各国领事官员一定会喜欢的。就这么办吧，所有费用都由我们秘书处一力承担。你啊，真是个精灵，什么事情到你这里都会变得有滋有味的。主意是好啊，但是明天就是化妆舞会了，
服装啊、面具什么都没有呢，这会儿上哪儿找去啊？你赶紧帮我去办妥吧。出来吧。谢谢干杯，今天可热闹了啊，弟兄们，咱可是赶上趟了。是是，你啊，只管喝酒庆祝。今天这琉璃宫化妆舞会啊，全当我们为欧阳管带步步高升举办的啊。对对对对，就是，该敬喝就喝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该敬喝，来喝酒喝酒，来来来来来，干杯。其实啊，哪值得恭喜啊，是大家看得起我欧阳彻，这委任书刚下来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国民政府住户治安部管带享中尉衔？有没有听过类似的？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啊？您也别太生气。自128以后，党国在上海的军管也确有特殊的难处。你也知道，按停战协定，上海的非军事区域也只能由民兵来维持治安。市长啊也是空有头衔，但对各租界里的事务无权过问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要是封你个正式官衔，这日本人还以为南京政府要破坏协定呢，他们哪敢呢？管他什么头衔啊，只要下面的兵把枪握在手里边，比什么都强。现在上海滩要论军权，除了市长之下就是你欧阳管带了，管他什么头衔啊，那都是空的。喝酒，哎，来喝酒，来来来来来。
你走不走？二位，二位，今晚琉璃宫确实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宴会，是耽误不得的。要不这样好不好？林姐就自作主张，我们在琉璃宫的贵宾房开一桌，文斗一样能够决出胜负的。好，我今天就看林姐的面子。纳兰洞，我们就文斗定胜负，你敢吗？伏魏到底。把枪给我，今天的事儿我会向你慢慢解释。刘丽子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小姐，纳兰少爷这样到底能不能独赢啊？必输无疑。卑鄙小人，哼，兵不厌诈。夏总领事，升谷大佐，今天二位光临，琉璃宫真是蓬荜生辉。老板娘，你太客气了。各国的领事官员都到了没有啊？大家赏脸，都到了，只等大人您一到场，舞会马上就开始了。嗯，好好好。阿哥，是谁把这白马放在这里的？宫下总领事，这匹白马有什么不对吗？古代特洛伊战争时，希腊人的间谍骗特洛伊人说，如果把放在海滩的木马拖进城，就能够获得雅典娜女神的庇佑。特洛伊人信以为真，就拆了城墙，把木马拖进城。当天夜里，躲在木马里的士兵爬了出来，打开城门，与城外的希腊士兵一举攻破了十年都不能攻破的城市。难道说雅典娜女神就藏在你们百乐门里？不，宫下总领事，
这匹白马是百乐门建成的时候就有的，比我年龄还大呢。我接手的时候见它保存得完好，所以就没有拆除罢了。如果早知道它和女神雅典娜的典故有关，我是说什么也不敢留着的。宫下总领事，如果您觉得这匹白马不合适，我明天就找人给拆了。你说的都是实话，如果你骗我，你应该晓得会是什么下场。是是是，断然不敢欺骗宫下总领事。宫下大人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各国领事还在等着我们，我们进去吧。嗯，您请。贵宾都已经到场了，我宣布化妆舞会正式开始，大家都戴上面具来跳舞吧。去，嗨。各位尊敬的贵宾们，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的舞会结束了，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，我们下次再聚。有请英法美意的领事前往贵宾厅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你的任务圆满完成了。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，领事们愿意向各自政府反映，从而声援在苦难中广大的中国民众。刘丽子，这次多亏有你帮助，否则我根本没办法这么顺利地完成任务。谢谢你。我只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事，你让各国领事声援的中国民众，我不也是其中一份子吗？可是你为了我，给你添了很多麻烦。我看得出来，今天你为了那两个人很不开心。不关你的事儿，我的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，是我自己不愿去面对，一直在躲避。今天是注定的，让我要正视问题，不能再犹豫下去。需要我帮助吗？我可以向他解释啊，那场宴会真的不能有任何差池。不用，问题的根结根本不在这场宴会上，你帮不上忙。刘丽子，从今晚的情形来看，问题的根结不仅仅在你身上，可你却成了导火索。现在正是剑拔弩张的时候，你打算怎么解决问题？哎，你是新文化专家，怎么成了情感分析大师了？我是因为关心你，我才这么问的。你很有经验，不用你关心了，你安心的南下去执行你的任务吧。
没良心的。开门！开门！我去跟他说。不要，他八成是喝醉了。要是闹起事来把你暴露了，更不得了。别理他。谁在说话呢？开门！开门！我说大小姐，他一会儿撞进来，看到我在这儿，你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啊。开门啊！开门！半夜三更的，你在瞎闹什么呀？你刚才在跟谁说话呢？里面还有别人是吧？你听错了，没人。我听错了。让我进去看看。干什么呀你？很晚了，我要休息了，你赶紧走。欧阳城，出来啊！他特地来告诉你，他有多得意是吧？你现在把他留下来，你们俩要休息了是吧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现在是我不明白你在做什么。你明知道他是个魔鬼，你为什么要执迷不悟的去帮他，去包容他？儿子，我现在真的在怀疑，我为什么爱上一个善恶不分的女人？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善恶不分呢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撒酒疯呢？那来，那我告诉你，我没有要求你来爱我，谁让你来爱我呀？别在这儿自作多情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我不想看见你。我自作多情。我是最大的大傻瓜，我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去包容你，去保护你，我现在都不认识我自己了，就是因为我自作多情。好，你好样的，你们俩好好的，我现在就走。但是你记住，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怎么让他走吧，刘丽子？你看你哭成这样，我不想说，你早点休息，没事儿。这天底下只有他们家有酒喝呀，咱除了百乐门，咱哥几个不是一样喝的，喝的痛快吗？谁说不是呢？啊？他不就仗着日本人和各国领事给撑腰吗？啊，根本不把我们放眼里。这有一天呢，咱们得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就是嘛。欧阳馆的，咱们今天就带兵，把他老窝给端了，看他们两个还神不神气。哎，这半夜三更的，怎么有俩小妞在眼前晃？哎，兄弟，你喝醉了。三个小妞。三个。真好，咱们三兄弟一人一个。欧阳馆的，你先选，选了你带走。你们听清楚，他是我朋友。走吧，走吧，哦，接着喝去啊！走。他们俩喝多了，你别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。
董重阳不是我杀的，是他自己引爆炸弹自杀的。我还差一点被波及，无辜死于非命。东市血气方刚，又在气头上，他不相信我，我不怪他。可是你呢？你最了解我了，连你都不相信我，你还来逼问我。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表面风光，可是在背地里，你知道我背地里有多痛苦？我每天晚上睡不好觉，那种痛苦的滋味是无法形容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背负这么沉重的包袱？我的好兄弟都离我而去，他们都说是因为自己选择了错误的事情。我所做的事情都是错误的吗？如果你再坚持，你就走吧，我是不会留你的。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知道好多人都说你变了，不再是以前那个欧阳警长了，但是我知道是他们没有看懂你。在我心里，你还像以前一样那么正直。所以说，不管有多难，我要坚持，昂首挺胸，告诉他们，你并非像他们想象那么不堪。不管这路有多难，我都会陪着你。不管你需不需要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